哎呦，它龙山虾，它的黄白，它的是啊。こちらのそもそもからでも入れます。什么意思？学日文吗？没有，我在倒酱汁。然后这上面是日文，这上面是日文，因为我找不到的缺口。直播学日文，大家想看吗？直播学日文要怎么学啊？要怎么直播学日文？打不开，打不开儿，开错边，原来是开错边的问题呀、啊，原来是开错边的问题嘛，怎么那么笨呢、啊？哎呦，煞气 A。梗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煞气 A 一扎，煞气 A 一扎。我不喜欢用剪刀哎、欸。谢谢华华的梦幻泡泡，谢谢华华。想哦，想看我直播学日文。谢谢。那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再念。不是，他是说侧边，可是我不会念侧，所以谢谢补档的情人节。我今天晚餐吃这个。卡兹雷兹，大家不觉得卡兹雷兹很可爱吗？就是发音，这个猪排定时，卡兹雷兹看起来很好吃，大家也可以买哦，外送就会有了哟。就是炸猪排饭，卡兹雷兹，卡兹雷兹听起来就很可爱啊。卡兹雷兹，
不觉得吗？卡兹雷兹是我现在学到我觉得最可爱的一个词。卡兹雷兹，卡兹雷兹，卡兹雷兹，卡兹雷兹。他什么会叫？哦，因为英文是什么 CU 吗 ？CU 什么什么的，对吧？光听就脆脆的，可能是卡兹雷兹，可能因为我们的那个脆脆的撞声词是卡兹卡兹，所以听起来就脆脆的变成卡兹雷兹。但卡兹雷兹也不是也没有炸的意思，卡兹雷兹是肉排的意思。最近刚好被盗，那好吃吗？什么意思？卡兹雷兹吗？还是猪排饭？猪排饭就是猪排饭啊，好吃啊，是法文哦，真的假的？啊，每次跟大家直播好像可以学到一些冷知识，原来是法文吗？然后还有这个miso shiru， 跟普通的青菜，什么 miso shiru 是吗？反正就是味噌汤，原来是法文，太酷了，各位太酷了。大家学到了吗？是法文哦，所以英文也是照法文吗？可是我觉得它有点冷掉，毕竟是外送嘛，不可强求。法文肯定是世界语言，真假的？还好吗？整个什么意思？你的撞声词是什么意思？我没有看《鬼太郎》，那是一部动漫吗？好的，我现在已经。现在比较少在看动漫了，我还是很喜欢，我还是很爱，但我最近没有在看新的，我鬼灭还在看第一季耶，就是我要从头看到新的嘛，但我现在从头看还卡在第一季，最近偏忙。咒术回战很棒吧？咒术超好看的，咒术。真的超好看的。我真的看的时候我就一直捂嘴巴，我想说不行，好看到我要哭了。很屁吗？还好吧。超好看的，我直接好看快哭出来。我真的是好看要哭出来，不是
剧情很有考虑到充满，当然 of course 哦，因为就是最近不是没有 IMAX 吗？因为 IMAX 现在都在基本上都在播蝙蝠侠，我最近有看蝙蝠侠，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？我跟我朋友去看，因为我朋友很喜欢那个蝙蝠侠的主演。油锅吗？油锅还没看，我现在还在从头看到油锅，再看一次，从头再看一次，然后看到油锅这样。我也是同病相怜。我跟大家说，我那时候真的超生气的，因为我是很不能接受吵的人，就是我是很不能接受吵的人。对，蝙蝠侠很侦探，而且其实我看不太懂，因为我真的是完全没有就是去接触英雄类型，就是不管是那个，反正两边 DC 或是漫威，我都还是 DC 跟漫威是同一个，反正就是两边我都没有接触过，我真的是超级不资深，超级不专业。对，暗黑路霸一动也不动看过吗？看完了，很久以前就看完了，很好看吧？周周都很好看，看完了，很久以前就看完。西贝罗汉，不正确发音。很好看，咒术电影真的超好看，我真的是疯掉，超好看耶，其实真的超好看，真的很好看。哦，我刚讲到一半，今天才看完。好作品不分那个，这是好，现在知道复仇者 DC 超人的。我要讲到哪里啊？我讲到哪里？哦，对对，因为最近没有 IMAX 嘛，然后啊，我刚好原本又有缘分的电影票，然后我又最近就很想去看，然后没有 IMAX 就不能马上去看，所以我哥就想说，那我们就先去看一次普通的，所以我跟我哥就先去看一次普通的，之后他就说他会再请我看一次 IMAX， 耶、yeah! 耶、yeah! ，我超期待，真的很好看。我那天看完，我在回家的路上，我一直跟我哥说。太好看了，太好看了，怎么那么好看？太好看了，超好看！所以哥哥出钱了 ，IMAX 哥哥会请我看，耶、yeah ！哥怎么那么好？他突然开窍，他原本没有那么好，他是突然开窍。真的很好看，大家真的很好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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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好看的。就是看着当时还觉得怎么会这么好看，我真的要哭了。你知道看完一个好的作品，谢谢吉米周的告白气球，谢谢。看完一个好的作品，就会觉得活在这世上真的太好了。有时候要拿哪一天的特点吧，要现在到吧？我觉得我拿不到哎、欸，好想要哦！看到大家都有拿到海报，然后就我没拿到，超难过的，我真的超难过的。我真的超难过，我真的没拿到哎、欸，好难过。我觉得有特点就好，就是有就有有拿到，就已经，我就觉得好了，我就已经很感动了。有拿到，我已经不挑，好不好？不要跟我炫耀，我怎么都没拿到，我连英国的海报都没拿到、欸、我超生气的，我超生气。但还好，因为我原本就此生无憾。对了，我原本就没有想过我会拿到特点，因为很火嘛，这部真的太火了。第一天看我就要去拿，没有办法，我没有那么那个，我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。很好看的、啊，真的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。质疑，格才不会去拿嘞，是期待值以上哦，是期待值以上，大家懂吗？就是他，我原本期待是这样，他就是完全符合期待值，然后还往上哎、欸，他是期待值以上，大家懂吗？就是一般来说，电影能到期待值就已经很不错了，他是在期待值以上。超好看，超好看！我要再去看第二次，我可以看第三次，我觉得，宝宝也可以看第三次。好看，好想再看一次。超好看的，超好看的，超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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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超好看，救命，超好看，超好看，超好看。想看四级差吗？四级差还好，比较想看 IMAX。真的超好看的，而且我原本就是一开始都是可以好感动，超好看，超好看。没有看的大家赶快去看，你会觉得人生怎么可以这么美好？就是你活在，你会觉得活的真是太好了。看到这个好的作品，真是太好了。谢谢小猪的守护灵，谢谢。那我就跟我看到你一样，那我会讲话耶。哦，我的那个手机支架掉了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再粘回去。没事儿。你要跟你妹妹说，你会后悔哦，你会后悔错过这么一部好的作品。真的超好看，超好看的。电影院的厕所，哦，对，厕所。没有，可是我觉得就是电影在播的当下，我跟大家说，我那天真的是演小恼火，就是希望大家去电影院，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守规矩啦，就是有些可能年纪还小或什么的，但是也不能说年纪小就是放任他，年纪小就要教他。就是我那天后面有做一个，应该是弟弟吧，小弟弟，然后他在，等一下我要开始讲剧情咯。有没有人没看过，然后要去看的，大家可以有给你们三秒钟先退出，不然我就要开始讲剧情了。不要怪我爆雷，我有提醒大家哦，给大家三秒钟，三、二、一，好了，我要讲喽，但我不会讲到很多，但反正我要讲喽。就是那时候李湘要出事之前，然后。在那个前一秒，然后那弟弟因为已经看过漫画了，我是还没看过，因为我想要就是第一次就看动画这样。然后那个弟弟已经看过漫画了，然后那弟弟就说他要被车撞了，在李湘要被车撞的前一秒，我还没看他被车撞，前一秒我就超级生气，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别人爆雷，我真的超级讨厌别人爆雷的，就是这跟我看到的精彩度会有差距，大家知道吗？就是爆雷这种事情真的是先不要。然后他就说李湘要被车撞了，然后我想说，我真的是抓狂，超级抓狂的。但是之后他的爸爸好像有多管他，还是他没有坐比较后面。哦，然后还有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去电影院吃东西是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吃东西的声音不要太大，因为那弟弟在他吃东西的声音很大，只是想要呼吁大家养成良好的看电影习惯，就是他吃东西会讲喵喵喵喵，然后讲弟弟你们在电影院啦。就是不能，但也不能说很难控制，就 不去教他。就是小孩就是要去教他，他们我知道教很不简单，但毕竟就是你的小孩嘛，那你就要负起责任啊。整场毛跟爆米花，我真的都会疯掉。你如果他真的是，可是他没有到整场，所以我就觉得还好。然后他爸爸之后有管他，我觉得好。但如果他就是很长一段时间的话，我真的会去跟他说，不好意思，可以请安静一点吗？我觉得不能，就是遇到这种人真的是先不要惹，也对之后或是对自己比较好，因为那是你的权利啊。而且就是如果他说要提醒的话，就是好声好一点去提醒就好，好声就是不要一开始就是不要那样子，然后控制下来。那你很聪明哎，什么意思？真的是呼吁各位辛苦的父母们，请加油！我知道养小孩可能真的很辛苦，但是就是
还是要对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就是去提醒他，他这样也会知道哦。那我这样影响到人了。那如果他真的没有办法，那可能就是只能去跟工作人员讲嘛，我也不知道。对，要管好小怪兽啦。养小孩很难，但是让大家就是加油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这东西就是有声音，我就会觉得被干扰到，因为我是一个很怕吵。就是，而且那个电影，而且有时候那个电影不是会一下很大声，一下很小声嘛？就打斗场景就会很大声，然后没有人在吃东，就是没有比较平淡的剧情的时候就会很小声。然后，哦，真的假的？大家怎么这么衰啊？对啊。就是有点提醒他，真的是一件，就是不要忍着，对双方都是好事。而且你去讲，搞不好还有其他人会感谢你去讲。我觉得啦，就是，但是也看大家的想法，对。然后这也是，虽然我原本就知道那是下游节，但是因为那开始就是只有一个人影嘛，然后很明显就是下游节没有错，但是。他讲出来，他就说那是下游节，然后他说滴滴，你不要再讲话了。但很明显是下游节，没有错，但还是有点就是干扰到体验感。笑点很奇怪的，我吧。当然我笑点很奇怪的时候，我不会笑很大声，就是我就会自己。默默的笑，我哥超吵的，他那时候笑，因为他笑的有点，就是我哥在莫名，就是在那个五条跟下游被轰掉肩膀的那一段，然后五条看到他那边。然后五条就跟他说话，然后那边是静音嘛，大家不是都很好奇他有在讲什么嘛？然后坐着还卖关子，卖关子，才讲破，坐来卖关子，然后他又说，然后我哥就，对啊，我哥在那边笑，然后他超，因为那而且那边又很安静，然后我就很生气，就是因为是我哥，我那时候就是。已经被滴滴打扰到了，然后如果是我哥的话，我就会更不客气，所以我就直接推他，我就这样子闭嘴啦，这样我没有那么大声，我就很想这样闭嘴啦，这样，然后他就有收敛一点。对呀、啊，我就想说你到底在笑什么，超不爽的，然后就这样闭嘴啦。可是他出钱，没有，那时候是我自己的电影票。普通场的话是我自己的电影票 ，IMAX 才会是他出钱。周基哥哥嘛，可能走不到、哦，可能会走歪，所以我用推的，我就这样推他的肩膀还是头啊？因为他也打扰到前面的、啊，前面一定也觉得很奇怪，就是干嘛有人干嘛在那边笑，奇怪哎、欸，受不了！就是你笑，你可以就是这样子之类的，就是不要那种，就是他就是微笑出声，然后还动作有点微大，然后我就有点恼，我就这样，然后那个弟弟还是后面的弟弟，就是后面负责，然后就被我吓到，然后他们之后就好像有更安静一点哦。可是他是不是喜欢那个 CP？ 没有，他只是笑声偏怪而已，笑点偏怪。可是我去看蝙蝠侠的时候，我也有时候会，但是我真的是笑得很收敛的那种，我就是会自己捂住嘴巴笑，然后完成就是微小笑一下，这才是电影院的礼节，好不好，大家？我会爆了很多次。也没有到很多次，就是那个弟弟一讲话，可能我就会，
我一听到他讲话的声音的时候，我就会往前坐，就是往前坐一点，就不靠背。但那个弟弟，我原本有想要出声制止，但我觉得他应该，就是那个爸爸应该有感觉到，就是很多其他的观众也觉得这样不好，所以之后就没有那么夸张。唉，但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如果有带自己的小孩或是朋友之类的，真的是不要在脸红，不是就是电影院的基本礼貌吧。癌接电话那种也很恐怖啊，就是如果是小小声讲那就可能还可以，但是如果就是喂，我就对不起癌，可以先不要这样吗？我哥说他之前有遇过一群学生嘛，然后也是就是讲话很大声那种，就是我觉得就不要忍着啊，毕竟那是你的权利啊，就是基本上你只要去提醒的话，基本上应该都会知道要收敛一点吧，就是又不是你没做什么就被提醒，是你真的打扰到人家。踢椅背我是没遇过耶，但我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应该也会出声制止他，整个大双标。我不知道，好像蛮小。超好看，通常的兄弟姐妹像你会雷同会吗？因为我没看过漫画，他可能先看过漫画，他觉得好笑。而且这也是我哥会一直记错剧情，就是他跟我解释剧情的时候，然后我回去看那个，我回去看零的时候，完全就不是这样啊。所以不要听我哥的啦。哈，那真的是蛮打扰的耶。哎，对耶，还是因为有家长陪同所以没关系，可能是因为有家长陪同所以没关系吧。一个人看应该很边缘，还好吧，一个人看有什么不好。我之前去看我音就是一个人去看啊，一个人做事情是很轻松的事情，大家知道吗？一个人相处就是要，我自己是觉得一个人也很好，但有朋友也很好，我是都可以的。对，就是要享受两种时光，都要找出他可以享受的点去享受。一种歌在喊台词的，那我真的也不行哎、欸。两种朋友也要12以上，真假的？哇哦！哎、欸，那这样真的是偏，那这样好像有点不太对哦，不太对哦。对耶，天哪，盲点，盲场，突破盲场。第二区第一排几乎可以躺着看，真的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。而且我刚刚讲到一半，就是我那时候我原本就知道就是有夏油杰这一号人物，因为第一季有出现嘛，第一季动漫，但夏油杰戏份不多嘛，可是就是那种就是沉稳吗，就是那种类型的人，大家能懂吗？可是看了电影之后，我又被我哥爆雷了，好不好？但是我就不跟大家讲了，因为而且我是被爆雷完才发现我被爆雷了，我是被爆雷完那个一两天，然后我回想一下我哥跟我讲的话，还有剧情，然后就我才发现我被爆雷，我被我哥爆雷了，气死！气死汉堡，气死猪排，真是的。反正看电影之后，夏油杰不是，就是他感觉又不跟电跟动漫又不一样吗？可是我觉得电影那个不算爆雷耶，是我哥跟我讲那才算爆雷。
但我不跟大家讲，因为那真的是大爆雷，我真的是气死汉堡，气死猪排。第一时间没发现，没有，我第一时间就知道他已经被啊，我要讨论剧情了。我刚刚已经讲，我会讨论剧情了，大家还没看过的，不要说我爆雷，我给你们三秒钟，不止六秒钟的时间走了。就是我第一，就是他们相遇，我就知道他应该已经会被五条，对，但是呢，可是我觉得那真的不算雷耶，我那时候就知道他会被五条，就是他们相遇，我就知道五条会把他杀掉了，但是是后面。因为他不是又出现了吗？就是第一季不是有夏油姐吗？然后我哥就跟我讲为什么，然后我就很生气。我觉得杀掉这件事情不算什么雷，但是就是因为他为什么会出现，其实会有很多种原因，就是不只是故事的那一种，就是剧情的那一种，可能还有另外别种。极有可能，毕竟它是一个科幻的动漫，就是不只会有这一个可能性，还会有别的可能性。但我哥就直接跟我讲的是哪一个可能性让它变成，让它现在还出现。大家有懂我意思吗？这才是我觉得的爆雷。对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当下还觉得哦，原来是这样哦，然后之后才发现，我被爆雷了哎，我的体验感，瑞哥很雷，我也觉得瑞哥很雷，我的体验感，被路人。等一下 ，Luki 这个真的是有一点无可厚非，也是你自己去查的，所以这个有点，对啊，这也算是一个爆雷，这就像，就是我去看可能在讲进度影片，然后滑一滑，然后就看到爆雷的部分，就是就是所以在看就是讨论动漫的影片的时候，绝对不要滑留言，对吧？无可厚非呀、啊。没错，不要去查，绝对不要去查。我有啊，我有，就是五条出现那边嘛。可是那个彩蛋，其实我觉得，就是看完会觉得哦，就这样哦的感觉。但是我之后，但是我突然变站，就是我之后。回家就开始看分析，因为我很想知道五条到底跟夏姐说了什么。然后就有人讲完那个之后，顺便分析后面那个彩蛋也有讲。然后是我哥讲的还是那个分析人讲？不知道，我那时候真的是记忆很错乱。然后，等一下回口水。然后他们就说，就是算是交代哦，是哦，跟后面剧情有关吗？真假的？好吧，那我听到的推测可能不一样哎，因为我听到的推测是说交代为什么伊姑不在，就是伊姑为什么在国外之类的。好，那不要跟我讲，不要爆雷我，不要再伤害我的体验感了，我真的会哭，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作品，我真的很想要以完整的体验感去体验它，我真的会哭。这边爆雷我真的会哭，真的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，真的很好看。好，我还没讲完夏油姐的部分。我们刚刚提到我会爆雷嘛，那就算了，就是过去就算了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我就是被爆雷了。爆雷最台性就是没办法，就是你没有办法。
除非你可以再跟他爆另外一个雷，这样子就可能算扯平，我不知道啊。他是说老师学生时期也要有钱，什么意思？看不懂。然后，反正我就是我原本就知道有夏油杰这个角色，但是夏油杰的角色跟在电影里面的个性看起来不太一样。就是那时候我看到电影里面的夏油杰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他原来这么就是这么 funny 的吗？就是有 funny 感，大家知道吗？可是看完就会很喜欢，就是我看完电影之后就，我原本是没有推夏油杰，但是我看完电影我就推夏油杰。所以我现在又有加推夏油杰，夏油杰很棒欸，我还蛮喜欢夏油杰，虽然他在电影里面是反派，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有戳到我的点吧，我还蛮喜欢的。看起来第二季动画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耶、yeah ！太好了！哎、欸，大家现在突然插播一下，什么什么中二，我又不是喜欢中二的角色。对啊，笑很忠于自己的理想，超帅的。好，我还没讲完，我要插播一下，大家现在三月的深血真那么精彩，应该要买了吧？我之后会开，我有照片，但是我就是还没有开始动工。我从今天开始会动工，那我已经有先剪一个影片让大家看了，好不好？这个问法我不太喜欢。没错，等我的照片，我会发，绝对会发，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，好不好？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。大家就是只要去指定就好，大家只负责指定这个动作，其他都不用管，其他包你满意。没错哦，而且我还特别剪了一个影片，也不是算剪，就是算一个没有剪啊，就是一个小影片，相信大家会觉得很不错，大家请买爆好吗？这个月，但下个月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会很喜欢，所以就是都买爆好吗？上一套是裙还是裤？我想一下哦，我忘记了耶，是哦，是裤子，我真的是大家可以期待很多下，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月就是其实这月真的每个人都很适合，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这个风格都不会到很坏。你爆雷我啦！太牛了！太狗逼耶！太狗逼耶！问我？哎，不是你，我记得不难。不是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就算我问你，你也不能爆雷，你要先跟我说，哎，这样我会爆雷你哦，这样子才对，好吗？我不知道啦，所以很明显不是啊，就有其他的可能性啊，有搞不好他是复活之类的。你不要在那边，你不要吵。假叫，气死我了！我以为你知道呢、欸。我不知道啦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帮大家，很久没有抽到资源的帮大家，瑞婷帮你们祈福。祝
很久没有抽到瑞婷之笔了，大家抽到瑞婷之笔，还是可能要买多一点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是大家就是负责决定就好了，包大家满意好不好？真的。太坏了，太坏了，是正还是很正？我个人是觉得很正啦，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会觉得很正，真的，大家相信我，期待帅气，帅气还微性感，我觉得这次除了帅气还微性感，真的，大家，真的，真的，哥哥你又不关灯，你可以关灯吗 ？OK， 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谢谢熊熊的和你一起，谢谢。是裤子哦，是又帅气又辣的裤子。漫画派被动画派的人问，很容易会讲到后面的剧情，是没错。但是就是大家不可以这样子，大家就是要考虑到有可能那个人是。动画派的，知道吗？我的哥哥。跟你讲哦，漫画这边。不要吵，不要吵。不要。只跟你说休刊而已。气死我了。作者画新短篇。好哎、欸，那还蛮好的。剧情大概是。哦，是没错了。应该你要先问说，那你看到哪里？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，好不好？就是如果要讨论的话，就先说，哎，那你看到哪里？这样才不会爆雷你，这样不算好吗？非常完美的沟通，完美沟通。不是啊，你也要先，我问你，你要先提醒我啊！我怎么知道你会直接爆雷？而且这里是我是。隔几天才发现我竟然被爆雷了，真的是扯！为什么会知道我会爆雷？是因为我不是说我现在推加推下游的节吗？然后就刚好有一幕，就是有看到之前有看到有一幕下游节的漫画那一格我很喜欢，然后就上去查那一格的照片，然后就不小心查到后面的下游节，这就不讲了好不好？这有关于有点偏。猎奇的部分，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照片才发现，哦哦哦哦，我被爆雷了，这样。自己去查，不查就没事。不是，我是要找别的。什么意思？送学渣什么意思？怀怀什么意思？这样说可以吗？可以吧？就是看到哪里有看到哪一个章节，可能哪一个事件刚结束，哪一个角色刚出来，这种应该都还不错。你们帮我爆哥哥雷吗？我哥应该没有什么雷可以爆、欸、我是觉得。哎呀，应该是有啦，只是他们不好给我看。好，没有人想知道。谢谢妈妈记得爱心小蛋糕，谢谢。你不要再讲话了，你不要再讲话了。你要巧克力吗？嗯，不用，谢谢。我跟他说这个月生也真的。可是我觉得这个月搞不好大家喜欢的人更多，我不知道啊，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个月，呵呵，但每个月我都很喜欢，只是这个月我特别喜欢这样，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包大家满意，就是只管指定多一点就好了。OK， 好，业配到这里，嗯，我讲哪里下游子。狗卷，什么意思？这样，我刚刚是这样讲的吗？但每个人喜欢的风格不一样啊。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月真的很香，真的很香，真的很香，真的很香。而且我们也不能就是只在同一个风格啊，我们要尝试不同的风格。
每个方法都尝试一下不是很好吗？只在同一个风格这样，我觉得不好。我有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没有，因为我不是什么舞蹈生，我也没有练过什么拉筋，真的很抱歉，我没有，但是我很帅，自己讲，但是我很好看，这样可以吗？我觉得我那个月真的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我没有特殊的舞蹈，特殊的特务姿势，我不会拉我的脚，然后我的脚也没有办法张得很开，快手。听起来很怂哎、欸，大家都是放法，没有发现吗？大家都是放法，天哪，大家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吗？每个人都是放法哦。哪里有这么效果好的喉咙药？对啊，那喉咙真的效果很好哎、欸，狗犬真的很可爱，狗犬真的很可爱哎、欸，狗犬真的很可爱哎、欸，看完就更喜欢它。原本就最推狗犬嘛，然后看完一样还是很推，好推好推。我跟大家说，我觉得我就是看到哪一段，我觉得特别好看，就是好看到想哭那一段，是前面的剧情就已经累积了，怎么那么好看，怎么那么好看，然后累积到那一段，我就觉得天啊，真的好看到哭了。那一段就是七海在打架那一段，七海打架那一段就是太好看了吧，呜，对啊，好，那大家现在知道了吗？虽然漫画里面没有，但是就好好看哦，太好看了，就是会觉得怎么这么好看，就是真的是被冲击到，怎么那么好看，怎么那么好看，怎么那么好看啊，太好看了。我喜欢电影的发型还是动画的，都喜欢，但比较喜欢动画的。动画的这都很可爱啊，开心吗？开心吗？七海也是我的推，真的很好看，那段真的是，这样，这样子。真的很好看，上课马上好。谢谢好的戳戳你，谢谢。很好看，大家这么看。然后我也是看了蝙蝠侠，我连看两天电影，然后先看连看两天，那时候连看两天，看了咒术，然后又看蝙蝠侠。因为我第一次接触英雄片，所以我真的没有什么怎么讲，可能就是因为第一次，而且我还没有去补前面的剧情或什么，或者是他的故事之类的，所以可能我看不懂，也没有到看不懂，就是可能没有那么怎么讲。那么喜欢吗？没有啊，我真的完全没有看，我是完全没有看电影习惯的人，就是我以前真的很少去电影院看电影，就是可能我想想看，我去电影院，我觉得我以前去电影院看过的电影是几只手指头可以数出来的那种，就是可能我记得我有去看卡农，就是棒球打棒球的那个，那还有什么？冰雪奇缘，哎、欸，不是，美女野兽，美女野兽是跟朋友去看的，看到我是跟家人去看的，然后美女野兽，还有什么、啊？我应，还有什么啊？哦，无限列车，
我真的是看了动漫之后才会去电影院看电影。很棒啊，很棒。但就是我真的很少去看电影，是真的就是看了动漫之后才去电影院看电影。英雄片也是初体验，因为朋友想看，然后我就想说好啊，那就去看。但我觉得就是蝙蝠侠那个很可以，就是戳到我笑点是，他们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，可能我意想不到的时候，突然亲下去，然后我就会想说，在这个地方吗？就是完全没有怎么讲，没有在谈恋爱的感觉。这个画面就是明明才刚讨论完公事，然后他们就深情对看，然后我就想说，真的假的？我就想说，哦，酷。哦、他们是一见钟情吗？真的假的？那我真的是没有看，我真的没有看懂这部电影。现在也有吧，只是不多场。现在有别的团体的不是吗？我记得有啊，别的团体的。很好看，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，呱呱。真的太好看了，哦，真的假的？原来是这样，我以为他是在看那个线索耶，天哪，那我真的没有看懂耶，我真的没有看懂。ドメポリ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真的好看，好想买去看第二次，太好看了，太好看了，太好看了。超好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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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好看的，超好看的，迫不及待想看第二次。刚才刚才看到第二次，东岛东岛东岛笑得超开心，我哥也笑得超开心，我也笑得蛮开心的。东岛就是很有喜感，而且他贯彻到底，他的那个要看他的偶像的那个信念。再几分钟，他的什么声放送吗？还是他的节目就要开始了？不可以在这里耗时间。哦，还有一段我印象蛮深刻，就是五条打架那一段，五条跟那个外国人打架，然后不是。打到一半，然后会有一些怪物、咒灵来，就是打扰他吗？然后不是有一只很大只的吗？然后他那时候是看着前面，然后那个因为咒灵从右边过来嘛，然后他就这样，就是用手这样，不要来妨碍我，这样，然后他就把他轰死了，太帅了吧，五条老师，五条老师，动画有提到。五条老师，百鬼夜行战记手串，哦，真的假的？哦，真的假的？哎，天哪，我竟然没有注意到。对啊，原因真的超可爱的。
不要来打扰我。然后他就这样，然后那一只很大，那一只很大只，他跟一个大楼一样大只，然后他就被轰鼠。算了吧，不愧是五条老师，谁能不爱五条老师？我就问，谁能不爱李维？谁能不爱五条老师？就算不推他们，也会喜欢他们吧？他们那么帅，哦，他们这种角色就是。角色就是没有办法不喜欢啊，就算不是最推，大家也是会喜欢的那种角色。真的假的？我没有看呢、欸。我最近真的是，我最近真的没在看什么影片，嗯，就是没什么时间。很久没有看动漫，就是有看《鬼灭》第一集这样，但没有再看新的动漫。还有哪边啊？我想一下，嗯，嗯，好像就这样吧。但就是很好看，就觉得很好看。出来那边，我们那时候看那个电影院，大家都在笑，就是很明显的笑点。谢华的红包，谢谢。有去快闪店吗？没有，因为很多人。但我想要学生证。但我朋友有去，然后他有拿到一股学生证。真的假的？我第一次就发现了哦。哦，而且还有七海，那时候不是七海打到那一段，不是也打出四次黑闪吗？然后他那时候在动画里面就有说，他最高纪录是打出四次黑闪吗？应该是有呼应到的部分啊。一股的资质强大，资质强大儿。那我也想要狗卷的学生证，但是呢。但也没有那么就是很激动，但是没办法，没有办法，拿不到就是拿不到，认命认命。不知道黑闪特效，黑闪特效就是看起来有黑闪黑红的那个。想要 TP 的学生证，哎，还没抽出来吗？我们的学生证也超可爱的。这月底吗？祝大家都抽到自己的推的学生证呀！
念榜了，大张。我今天从第五名开始念，第五名是吉米周，谢谢吉米周，谢谢。第四名是马尔济，谢谢马尔济，谢谢。木木萧，木木萧儿。第三名是阿基拉，谢谢阿基拉，谢谢。第二名是熊熊，谢谢熊熊。谢谢谢谢熊熊。第一名是怀怀，谢谢怀怀，谢谢谢谢怀怀，谢谢大张，谢谢大张。在业配次，这月的香水真的很值得买，我觉得啦。我觉得真的很好看，大家都很好看，大家都很好看，大家请买吧，请期待，请期待。今天会先发一个限动，没有意外的话，没有意外的话，应该是会发。OK， 达素素指定，才不会后悔没买到。真的很像，我真的觉得大家他很喜欢。就是每个人的都很好看。OK， 今天直播到这里啦，希望大家看得开心。然后我们也是一样，下礼拜五，下礼拜五的七点没有意外的话，再看官方脸书公告就会知道喽。嗯哼哼，就这样，大家拜拜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危险我，好不好？你不去睡觉，也不干我的事，那你就不要睡觉了。没有了，我应该会发。